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凤仪做嫁妆无大明珠，害明珠害到土客遐个臭名，叫阿虎即马甲赶出去，然后阁叫赖爷甲软禁。在伫文中的帮助之下，总算调回阿昌的军票。阿虎即马个文中嘛才知影真相。这时阵阿昌为着要报仇，化作乌狗精去甲赖爷阿婆讨命，两阿婆是惊甲走去昆州江边起来。李赖爷，我乌狗精要让你死伫路边，我要吃你吧！踢你的棍！哼，李虎王爷在这，今仔日我暂时放你耍，啊，不过你若敢打出来庙里一卡步，我早晚会处理到命。李大义，你着准备受死。哎，你无够料理来安尼，看起来。李虎王爷真正有甲咱保庇。嗯，林昭兄竟然变成乌狗精啦，愈来愈厉害啊！咱总袂用秘密庙一世人啊。嘛对呢，安尼要安怎？紧想办法啦！文中啊，到底是要跪多久啦？我已经在这跪得要两个死神了啦，你到底敢要答应吗？我要哪会猜啊？是你要求地府王爷降价来收乌狗精呢？啊，你当然嘛要地府王爷同意啊！我今麦也无啥物感应啊，我要哪有法度啊？好看，你搁继续跪好啦！你是搞阮创的心？王爷，行啦，你创的咱啦！小蛋呢？李大义啊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哟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唔是唔报，是时机未到啦。你哦，做遐尼一歹代志，害死阿昌，污辱明珠。哼，虽然哦，我是无证据啦，伊也唔过话你讲，人在做，天是咧看啦。你得要有报应啊啦，我明仔可能来斗相共啊。你安那？父王啦，赖义，莫安尼啦。即摆只有文中会当甲咱斗三工尔，咱哦，若无对伊较落软嘞，死狗真无保退无路，只有死路一条啊啦！你来去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阁有资格来求王爷？王爷敢袂保庇你哦？哇，但同正在要找你啊尔，阮明珠啊，你阿掠去倒？为啥我同正找到都找无人？哎，你是不是甲明珠藏起来？无啦。你莫听有白讲，阿虎姐嘛，你是老烦的是，明珠是予你赶走的呢，你哪会找我讨人？你是啥物意思？我嘛是予恁害的，我唔使误会明珠啊！你这老烦的哦，我平常甲你讲的啦。王爷，咱今我都唔相信，我无法度对付伊只乌狗精，行？无啦，来。你行啦，这哦，叫做恶人无胆啦。我甲看阿昌要怎收拾你。阿昌愈甲逼，赖爷都愈唔甘愿。
去一个教堂尔，伊就决定要占有明珠。算唔知讲阿好即卖一句话，砸了何鸿仪去疑心啊！一摆来也阴庙，敢会成？真正是你，红姨，你哪会来？原来阿虎这嘛讲，你把明珠藏起来是真的。你规个心肝内拢是明珠，哪能我替你做下侪代志，是要做啥？你告诉阿妹啊，你三不五时就甲我生嘴皮啊！我是你阿妹，今仔日咯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你教死。红姨一定在闹，每天一定不得安尼。我若把明珠带入嘛，我看我规去利用伊，把明珠巴肚内底的囡仔漏掉，再告告伊犯罪，把你收掉。我都唔相信你敢拍我。红姨，我嘛无法度啊，起码明珠起笑啊，伊巴肚内告我的囡仔。我嘛无可能无睬你啊！李阿姨，拄才是咧讲啥？你再讲一遍。好，我着老实甲你讲，其实明珠甲我已经无关系啊。你到底是有良心无啊？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哪会当？好，既然你已经知影，我着把明珠带。恁两个人拢有我的骨肉，看谁生后生，就做我的大胖啊！你该下手啦！我是绝对无可能跟人公家安在，我今嘛都袂去跟我阿爸讲，我袂把你的代志拢讲野扬出来，到时阵我就怪你的啦！你去啊！你大概用你阿爸威吓我，你唔通袂记。金秋秋的死，明珠红无乱，你嘛有份啊！若是我有代志哦，你嘛走袂去。你上好乖乖听我的话。你，我安怎？我要趁伊冤家的时阵，找机会逃走出去。啊，不过这还有人顾的。李阿姨，你别想要威胁我。你无可能，胡明珠把伊巴肚内底的囡仔生下来，我较无可能，这押金应用在我弟弟家的地位。明珠，明珠，阿姊对不起你，行，咱即马就来去把囡仔提掉。你们住，我不，哎，哎，加油，上去，阿贵。新的代志啊！金秋秋啊，这拢是我的不对啦，请你放我一条生路好无？你要吃就吃伊啦！李阿姨，你，我出来一下，李阿姨，想袂到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，我把刀来。我无逼你嫁给我，我根本就无爱过你，这拢是你家己做的来。若不是你，金秋秋，我都袂甲你抬死啊！我真正就有话，我有话，我哪会遐尼讲啊？我竟然会嫁给你！姐姐，你莫安尼啦！这世间哦，无什么后悔药啊！
金小姐，你来吃。我的囡仔，我让你吃，就算我陪你这条命。李来意，你这个痴心！我今仔日都只是把你看出去，我只有缠你，你袂好死，你袂好死！阿舅，金小姐，我不听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不听了，李大姨，我袂这么简单就让你死，我会慢慢折磨你，我才会甘愿。俗语讲，吃红气配烧酒，不管是活。阿忠的心完全被烧魂所蒙蔽，伊安怎对付来伊啊呢？我会慢慢折磨你，我才会甘愿。我是故意的啦，回来你走，回来你先走，故意啊，他就来啊，你啊，李来意，李来意，你何以做什么代志？丢人吧，我阿爸，一个姿势，你把我扯到你的头壳，丢人吧，你听我解释啦，我不是故意，够了，我告你，啊，何以啊？你先走了，你先走了，进来进来，赶小姐给扶起来，进来进来啊！小姐，小姐，红衣啊，小姐，红衣，红衣叫赖爷害个老爹，到底面上顶昏迷不醒，满腹气个想要甲赖爷抛死，但是赖爷上惊是乌狗精的逃命，出来得忽然的打个一死个，规工提心吊胆，未食阁未困呢。李大爷，我不要你赔命，我不要你的命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头家，走，走，头家，走，头家，是我阿贵啊。阿贵，杜家，杜家，杜家就是我啊。是你。啊，对啊，头家，你叫我找一个当对付乌狗精的毒师，我找到了呢。真是的，这一切应该没问题啊！我先来走。多谢叔。再见。明珠甲阿好即嘛两人误会解开了后，阿好即嘛知讲有心，是安欢喜也悲伤。如今阿昌已经变作恶狗精，明珠真想要见，但是安怎等都等无人。明珠。看到你无代志，我心肝内欢喜的。阿昌，阿昌，哎呀，阿昌，都是你！明珠，你唔通出来！阿昌，阿昌，我已经变成乌狗精，我无希望你看到我这卖模样。哎呦，阿昌啊，你紧开门啦！你真是咧从啥？阿昌，虽然你变成乌狗精，阿哥。你也是我的翁婿啊！不管你变做什么款，我也是同款爱你。阿昌，你紧开门，紧啊！明珠，我今妈呢，真正足恐怖的，我惊伊惊到你。我无希望你会记得我今麦模样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守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，袂阁让你受到任何人的伤害啊！阿昌。公公，你无想要看咱的囡仔？我不出来即卖，已经有你的骨肉啊！你是来甲伊讲话，好无？我叫你哦，我叫你哦，看袂着伊大汉啊！我看是蛮好啊，明珠，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我花在咱囡仔请养大，等伊大汉了。千万唔通让伊知影，伊阿爸是一个乌狗精，好不？好不？好不？阿昌，阿昌，我袂记你，阿昌，阿昌。明珠，委屈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啊！哎呀，有人伫乌狗那边，你动脚手，我赶紧等伊。
就，哎，阿姨妹来。你来在创啥？明珠，我是来跟你回信的。这边哦，我真正要带伊入厅啊！我一定给你来受着报应。本人找到证据，就要将李来的罪判上刑责。你知啊？李来走去做啊？哎呦！阿聪讲吼，伊的乌狗有人要迫害啦，爱紧赶回去，敢毋是来伊家做的？系啊啦，一定是。咱今日乌狗去看卖。是，进来。林德聪。我甲你回室内啦，你会当帮我刷好无？我今摆哦，我你比较要起痟啊啦！李大义，早知影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回室内若受效，那咧道歉。什么赔命心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的母恨我，我的囝嘛死，我今摆哦已经家破人亡啊！你敢袂当帮我刷？哼，无这么简单。你也没死过，哪会知死有偌艰苦？我已经死过一摆了，我会当甲你讲，我会加倍害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那安尼，我真正无路通好行。放唔掉，林秋秋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我要甲你插倒头香，咱两人做一届输赢。林秋秋，你知影这是？你来，你阿凤，这条是你上惊的锁啊！你是狗，我是人，我才是你的主人啊！阿贵，别放！啊！哈哈哈！乌狗仔，你替主人做的头一件代志。就是把明珠巴肚内的囡仔吃掉。是。剁头羊使得灵气倒流，佮用乌狗上佳的物件佮收了，一招吊乱了乌狗正的意识，将来也当作主人啊。阿雄。明仔日吃啊！阿聪，你莫伤骗我好不？看你这么痛苦，我嘛做痛苦的呢。阿聪，哎，明珠，小等一下，阿聪，跟我过一过。阿聪啊，你是咧从啥？今麦我到这，你听我的命令啦，恁家的人哦，啥人都跟我作对。起来。你已经叫我家家出手，啊那无我袂了你啊！船长，你阁是我哥去听你哦。我到这，甲船长、甲民主内底的囡仔，我甲接掉啊！唔通啦！哎呦，阿忠的，紧的啦！伊车底有影感觉，救命珠啦！叫来叫来！紧啦！哎呦！用枪抵护我的哥哥！那也无尴尬啦。我嘛唔知呢。哈哈哈！哈，你做得真好，金姐。哈哈哈！美爷，阿聪，这是你的军官哟，你美爷加油呀！原来来爷是要利用乌狗精为非三主，如果惊狄王爷来作动，所以早就叫阿贵啊，趁暗时啊无人的时阵，用红布将狄王爷身上甲扛起来，可以无得现形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庙内七支剑受到感应，居然飞起来，将砍身上的红布甲掀开，甲狄王爷嘛感应到文中的请神，身上随发出了金光。住手！
地方呀！阿强，明珠，阿母，我头拄想怎？哎呦，拄在你用你面眼控制，要食伊个囡仔啦！哎呦，可啊！李大义，拿命来！哎呦，我告诫，不可走的。地方呀，我不好，我不好。李大义，歹代志做遐尼多，为什么唔要受到报应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乌高精，你来去自然有船长给制裁。你若妖性不改，就无法度超脱怨念。本府劝你放下仇恨，唔通一错再错。要那无，你的亲人是永远不得安宁啊！多谢地府王爷开示，我知安怎做。明珠，阿母。我按来走，明珠，阿母，甲咱巴肚内底囡仔，都麻烦你照顾。阿强，我会啦，你放心吧。阿强，你放心啦，唔通看爱，爱慢慢啊行，好好啊行，有听的无？阿强，阿强。邱万福，你来去都交予你处置了。是，中爷。赶紧两个来去。是。你来去，红衣已经对我讲了，他是阿强的凶手，就是你。而且，你领有花纱，我嘛已经看过了。你搁有啥话头讲？我无话通讲。李来义，你今仔日安尼，拢是你家己走得来的啦。阿走，是。人讲一人做千人灾，世间恶人无胆，做恶做歹，搁惊天理来报应。就算躲得过制裁，嘛躲未过良心的责备。那无想要一世人受外界折磨，奉劝大家诸恶莫作。大天宫的圣尼玛来摇头，对出大代志。圣尼玛替孙问一面，圣尼玛想转摇头，千里眼照公明个圣尼玛，煞会看到一盏凶煞眼。孙兴甫是个看人，一面大巴肚，生出了有千里眼甲孙龙脸两个怪胎。这两个怪胎会做出什么大代志？想转圣尼玛一直摇头呢？今日白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大聊摇头妈祖。